看呢。蛋蛋蛋蛋蛋啦！我漂不漂亮？像不像公主？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彤彤。哦，好，我来看看你重不重啊？一二三，哎呦，你这么沉呢、啊？来来来，让曹叔叔看看你跟你妈妈长得像不像。哦，还是有一点像，我觉得你这个发型很酷哎，有点像樱桃小丸子。